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冰。2021年5月16日，奈史密斯名人堂入选仪式正式举办，科比、邓肯和加内特成为最受关注的三位入选者。从1999到2010年，他们三人包揽了10个 NBA 总冠军。凯文·加内特第一个登上演讲台，现场先是播放了一段回顾 KJ 职业生涯的视频，随后加内特演讲，他感谢并恭喜了邓肯、科比。他说，能与二位一起进入名人堂是我的荣幸。当然，加内特感谢了一众前辈，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引荐人微笑刺客伊赛亚·托马斯。同时，加内特感谢自己的家人、母亲、妻子和女儿。他感谢波士顿，感谢劳里弗斯、安吉等人以及队友，感激布鲁克林的一切，感谢喜欢以及嘲讽他的球迷。加内特也感激了明尼苏达，只是遗憾自己没给那里带来一个冠军。在演讲最后，加内特祝福科比遗孀瓦妮莎。在加内特的演讲中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明尼苏达灰狼的感谢。我们都知道，加内特最出名的外号是狼王，就是因为他在灰狼效力，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好年华给到了灰狼。1976年5月19日，凯文·加内特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，父亲曾经在部队打篮球，可惜在他年纪甚小的时候父母离异，母亲带着小加内特和妹妹再婚，继父对兄妹俩极差。13岁的加内特为了让妹妹和自己活下去，没日没夜地打零工养家。肤色黝黑、身材瘦小的加内特只有闲暇时间在篮球场才能找到童年的快乐。母亲希望他学有所成，以后做个上班族，继父根本不支持他打篮球。好在加内特争气，打工期间不仅练出了力量，身材也是节节攀升，同时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。每个人的童年对成年后的性格影响极大。家里人不支持打篮球，加内特把装有篮球的背包从窗户扔到灌木丛，在大人眼皮底下空手出门打球。凭着这样的执着，升入高中的加内特终于正式打上了篮球赛。高中的前三年，加内特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莫尔丁的莫尔丁高中。高四前的暑假，加内特因一场打架事件被迫转学到芝加哥西区的法拉古特职业学院。在法拉古特学院，加内特场均得分 25.2 分， 17.9 个篮板， 6.74 助攻和 6.5 个组攻，率队创下28胜2负的战绩。今日美国将他评为全国高中联赛的最佳球员。在天才球员云集的全美麦当劳明星赛上，加内特以18分、11个篮板、4次助攻、3次组攻的数据成为最耀眼的球员。高中毕业后，加内特在接受学生体育杂志采访时表示，如果上大学，他会选择马里兰大学打球。可惜最终因其未能在文化课中取得足够好的成绩，满足 NCAA 对新生资格的要求，加内特进入大学打球的愿望最终无法实现。当时的 NBA 对高中球员参选并没有限制，这给了加内特选择的机会。于是他的高中教练就带着加内特与18名 NBA 球员的经纪人讨论了从高中直接进入 NBA 的可能性。其中一位叫埃里克·弗莱舍的经纪人看到了加内特的潜质，并特意安排了一场由职业球员参加的比赛对加内特进行测试。加内特在这场比赛中完美地展示了自己的篮球技能。弗莱舍随后又安排加内特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进行体测，并邀请了拥有前13顺位选秀权的 NBA 球队代表进行观看，其中就包括两位重量级人物凯文·麦克海尔和埃尔金·贝勒。当时的麦克海尔刚刚被提升为灰狼的副主席，拥有球队的选秀决定权。测试中，麦克海尔在篮板投篮标识框上方粘了一个小盒子，然后要求加内特连续起跳触摸这个盒子。加内特不仅做到了，而且每次都会超过一点。体测的结果打动了麦克海尔。1995年选秀大会，灰狼在首轮第5顺位将凯文·加内特选中，这是20年内 NBA 的第一位高中生。当时加内特不满20岁，他也一度成为 NBA 选秀顺位最高的高中生球员。而上一位高中生新秀正是 NBA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超级杀器摩西·马龙。自此，在这篮球荒漠的小球市中，加内特带给了灰狼最辉煌的一段时期。生涯前12年，加内特一直效力于明尼苏达。一个职业球员的生涯能有几年？而 KJ 这种级别的球员也值得更高的舞台，更多的聚光灯。可是他依然选择把最强的自己留给了灰狼。2003至2004赛季，加内特打出了生涯最巅峰一年，场均 24.2 分、13.9 篮板、5.0 助攻。或许这份数据在现在的 NBA 是平平无奇，但是放到那个年代，可是能够力压科比、奥尼尔、邓肯等一众球星拿下 MVP。因为加内特的存在，灰狼也始终是西区不可忽视的力量。2003至2004赛季，加内特带着一支天赋平平的灰狼杀进了分区决赛。
但是面对湖人 F4 最终遗憾淘汰出局。但是加内特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，但是无奈阵容实在是太单薄了，最终遗憾地输掉了西部决赛。如果拿走 KJ， 没有人会觉得灰狼是一支季后赛球队。而且这支俱乐部不仅仅是球员水平不行，球队管理同样一塌糊涂。加内特灰狼生涯最好的帮手是斯普雷威尔，是斯泽比亚克之流，他们足够优秀，但是没法帮加内特夺冠。管理层的无能不仅仅是无法给加内特找到好帮手，同样是无法让加内特看到希望。因为阴阳合同，球队的选秀全被没收，灰狼没机会通过选秀补充新鲜血液。因为灰狼始终看不到希望，而 KG 还是在2004年之后继续在看不到希望的灰狼打了三年。然而年年不进季后赛，眼看职业生涯就要到下坡路了，如果 KJ 不选择离开，那还行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哪怕加内特在离开的时候也没有选择自由身离开，而是通过七换一的方式给灰狼留下了希望。2007年 KG 离开明尼苏达，交易来到波士顿，和皮尔斯、雷阿伦组成三巨头，剑指夺冠。独自奔跑好嚷了12年后，他终于意识到要实现梦想需要做出改变，但没有人能够想到加内特与塞尔提克竟是如此的契合，仿佛他天生就该披上这件承载了无数荣誉、注满了坚韧不屈血液的绿衫。加内特来到塞尔提克的前一个赛季，波士顿只有24胜58负。所有人都好奇 KG、皮尔斯和雷阿伦三个失意者能给老迈的塞尔提克带来多少改变。07-08 赛季，塞尔提克赛季首战主场面对零号特工阿里纳斯领先的华盛顿巫师，波士顿狂胜对手20分。 KG 在他身着绿衫的第一场比赛就砍下22分20篮板5助攻，他为这支曾经的王者之师重新注入了久违的激情、强度和信念。除了重新点燃队魂， KG 也把他全面的身手带到了波士顿。作为联盟历史上著名的25000分加10000篮板加5000助攻加1500超截加1500助攻纪录缔造者， KG 简直无所不能。塞尔提克围绕他得以构建完整的战术体系，为了让三巨头兼容，加内特做出了极大牺牲，把出手权让给两位队友，自己则扛起了球队的防守重任。 KG 在防守端具备极强的移动能力，篮下到三分线都是他的防守控制范围，这让塞尔提克得以在防守端对重点防守人进行包夹。队友们相信 KJ 一定可以为他们补位，这也让他们在08年季后赛无论面对小皇帝的骑士还是科比的湖人，最终能够全身而退。故事正如大多数人所知的那样，08年 KJ 帮助塞尔提克在总决赛击败湖人，时隔22年后再次捧起总冠军奖杯。中场哨声响起，彩蟹飞扬，加内特跪倒于中场 logo 拍击着地板，当他眼含热泪仰天长啸，终将前12年职业生涯的悲凉尽皆驱散。他来到波士顿毅然牺牲掉球星待遇，为球队无所保留地奉献一切，用铁血防守和澎湃激情对沉沉睡去的绿巨人打上一剂强心针，从此绿衫中心再返豪强之列。2022年3月14日，加内特的5号球衣正式退役，不仅是为了感谢这位传奇巨星为球队第17冠做出的贡献，更是感谢由 KG 所重铸的球队文化，游荡的孤狼为远古巨人注入不屈热血，最终成就一段永远流传的绿衫佳话。效力于塞尔提克期间，他身上流淌的就是绿色血液，而效力于灰狼时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狼王，这便是忠诚的体现。遗憾的是，因为和管理层的矛盾，加内特的球衣迟迟未被灰狼退役。但哪怕加内特和灰狼有矛盾，也是在退役之后想要收购灰狼，这又何尝不是他忠于这支球队的表现呢？提起灰狼，你想不到其他人，唯有加内特，他是这支球队的图腾，这支球队的标志。无论怎么讲， KG 都能诠释忠诚，正像标靶中心那位脱去上衣起舞的球迷，当加内特生涯终章回归灰狼，已为人父的他即便双鬓斑驳，但在 DJ 播放的他熟悉的伴奏时，在儿子的助威声和全场球迷的欢呼声里，他熟练地脱去上衣，忘情起舞，仿佛回到了那个燃情岁月。加内特是他们的青春，是明尼苏达寒冷之地的热血，更是永远的狼王。喜欢本频道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订阅。我是阿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